提出两点，第一点呢，咱来当讲伊的法源思想；第二点呢，咱来当讲啥呢？三经普遍，说法自在。咱呢，你慢慢来甲看。所以讲，我讲伊法源思想啊，因为我踮如波的书啊，踮出去万里游，我一届看到一个技师三十几岁，哇，阮拄在海滩的时阵，超然欢喜啊！吼，我讲，安尼，甲主办顶咧讲啊，拜托拜托咧，主办大法师啊，你会当安尼欢喜一个相未？伊讲安怎？伊讲吼，我买买啥物吼，诶物件来供养我妈妈啦。吼，我你来翕一张相吼，这个物件比个来买较好物件，好伊个较欢喜安尼。好啊。咱然后表达讲，主办法师呢，受过大家。这个敬爱，因为伊的慈悲伊处处的方法互伊这个感动所以讲呢，伊认为讲买靠物件不如如本法师伊的一张的相片摕对妈妈看，伊就感觉足欢喜呢。所以讲我看了这非常的感动。第二点呢我搁再去咱去这个啥呢？咱台东金尖山遐的时阵吼，阿弟用。有那迄个荷兰的桂梅，伫遐互泡茶，迄海拔超2000公尺。这个人的时阵呢，听过做监管，好，我看来就怕输赢，欢喜个，有够欢喜就对啦。迄欢喜个，什么程度来讲？我拢在听你的经呢，我当面都听你的经呢。如我师就甲问我讲，我咧讲啥？用你咧讲楞严经啊？你听到第几课啦？我第几课？第几页？第几行？拢讲出来。伊吼是啥呢？是道教。迄日咪白是发喙须诶。因太着啥？是基督教。颜志云。你也是讲，你甲看了伊安欢喜甲啥物程度呢？欢喜甲阮因为一行加十名。吼，我讲这摊开袂少啊咧，开了一定袂少啊。但是天光诶时阵咧算数哦，讲哦，我看了就怕足欢喜诶，足欢喜诶。吼，我这完全吼来供养如本大法师咧。我讲爆掉啊！免阁了一拖啊！阿哥，阮伫台东要来华莲的过程中两台车因为阮走得较紧淡薄煞后壁人离开真远啊咧，惊对袂着，阮伫路边诶来咧等后壁台车有一台车伫过时，对阮头前阮，我咧闪入来就溜落来。讲师傅，你的车是咪歹？讲无，我咧等人啦。就向我看，就我说讲，我听你经听三年啊咧，拢唔好看你庐山真面目啦，好，拢跪落咧。好，咱正知讲，两个拢在做教师，拢在做老师呢。罗湾人啊咧，人啊跪落够济，跪落咧，即表达讲啥？讲咱如佛师有足价值，互人家恭敬的所在啊，你讲是无啊？所以讲，这拢会当讲，咱如本法师实在真济，予咱学习恭敬的所在太过济。我在这几年来含伊做伙呢，我今年学习真济。所以讲，我非常感念如本大法师。伊阁非常的谦虚，非常的客气，阁拢无介绍。那伫电话底树下，就定大啊大啊，拢叫我大吼。迄时阵的中间呢？即马伫台中，我来叫我大呢。即马无形中，我有那个承认啊，我是恁大的。但是我是甚物大？我认为比你较大。但是我德行无比你较大啦。
互相伟大啦，吼、哦，你智慧福报啊，啊，非常圆满，这你伟大啦，啊，啊，我年岁较大，啊，出家较久，吼、哦，啊，就伟大，吼、哦，啊，互相伟大，你嘛我的老大，我嘛你的老大，互相为老大啦。感谢大家，我讲几千百万句，不如如本法师讲一句啦，你讲是无啊？下面有时间再来台东，祝大家法力充满，拢能得到断血正经。感谢阿弥陀。我请讲啊，甲我周边的人一直讲，恁若看到师父来，那像用异样的眼光，你甲伊看讲，师父是安那，他会走来金堂啊服务处。我要甲各位讲，因为大家嘛想讲。我身为一个基层的民意代表，为什么跟日本大法师这么好？我要来各位报告一句话：身为民意代表的人，大家伊所想的、伊所要爱的、所要拥有的哦，拢会无同款。啊，我也且讲，因为我出身也是很贫困一个家庭，我咪做善的一个家庭出身，我爸爸。生我五个兄弟啊，一个小妹咪足艰贫困的，但是要有一句话，我爸爸今年都八十四岁，伊一句话讲，若要做，爱做好。啊，所以我今仔拄到贵人，拄啊拄到咱日本大法师，会当哦，甲我开示，互我会当向他学习。所以伫这段中间，虽然无长无短，但是若要讲算分钟的、算秒钟的，是真正长。啊！但是我们算时间嘅无介长。啊！我伫咱大法师诶即个周边啊，学着，亲像咱即个书记官啊，国成爱在讲咧。伊过去我嘛真错愕咧，我讲，你高等官员咧上班啊，临时甲大法师行做伙同进同出啊。我是啊，想想怀疑足济哦，但是我到尾不是怀疑，我是很羡慕他。师父会当接受伊啊，啊，即摆师父也未接受我咧。谢谢。所以伫这当中哦，会使讲，真济拢唔是为着自己咧牺牲奉献，拢是为着咱的同胞啊，会当哦较平安、吉祥如意，这是一件哦，唔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我听讲师父伊唔是医生啊，但是伊阁比医生。他受到人家敬重，他是一位活佛，会使讲医生讲救世万人啊，花朵在世救世万人，但是咱的师父我看不是万人啊，万万人啊。啊，所以我伫遮呢，含大家用最虔诚的心来祈求，啊，咱的活佛会当用咱的上天祈求国泰平。平安啊！这个风调雨顺啊！咱各位呢，大家所要想的，拢会当完成各位的心目中。最后再一次，我甲咱的佛菩萨，还是阿弥陀佛啊！信众请合掌，我们追随上人啊，称念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号以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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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八千万劫难遭遇。五经见闻得受持，五经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哦，大家请放掌。咱台东过来上文下阳大法师，以及着咱新隆大法师。也有咱传庙大法师，以及着所有的法师，乃至所有的贵宾、社会上的名流士绅，注意献德，
以及着所有诶热爱佛法、所有文化大众，大家安安，大家好。咱家拄啊听着文良道法师直接甲咱称赞，甲咱阿鲁实在加讲几句啊，加拖挂也不要紧啊，这真好听。因为伊所阿鲁所赞叹的也是不为过啦，吼、哦。那么伊所赞叹的也是事实。那么事实上讲起来，咱也袂讲谦虚，有影就有影，啊无影就莫别讲的呢。那么今日啊，看到真侪人来遮参加到这次的这个弘法的大会啊，非常的热烈。尤其时间未到呢，都已经坐了非常侪人。今日大爆满，那么下面呢，这个、大雄宝殿也挤一堆人哦，伫遐去听经闻法。那么感谢大家的莅临，因为这黄金的时段啊，非常的宝贵啊。这个拜六礼拜呐，啊，咱所珍爱、珍惜的时间呢，咱拨开呢，来只听经闻法，是不是呢？咱大家为自己的道心呢，来拍一个破啊，鼓励一下呢。今天你要演讲的题目叫做是“断黑正真”呐，黑就是未黑，心内无了解。心内无明白，心内有感，心内有烦恼，拢是迄个别名啦。真就是伊真相，伊个实相。要如何断现呢？来证了这真如实际，了解这诸法的实相，了解真理呢？这是咱三讲所要讲的内容啦。那么今日要来甲注意来报告呢？首先就是要甲注意讲，人生真苦短啦。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伊就讲了讲，众生有四款的颠倒啦，当中一款叫啥？以苦为乐，唔知世间是苦啊，啊当作快乐。众人有快乐呢，嘛刹那生刹那灭的，生生灭灭无永恒。那么搁一款呢，以不净为净，哦。啊、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四款颠倒当中一款，叫做什么？世间就是无常，但是凡夫众生呢，给当作常啦。这个问题特别提起来注意讲，譬如讲咱父母生咱啦，咱上个活活七八十岁、八九十岁，搁靠个活呢，嘛才一世气好唔好？好，搁你两岁啦，或你百二岁啦，嘛就刚爱死的时阵啦。这一生一世呢，当然是无常。那么跟你讲无常，有当时你会感觉讲，干么也无常。尤其咱对这少年家囡仔，跟伊讲这世间无常，伊听袂落。有一次，有一个做囡仔，读册囡仔，我讲这人生有生有死呢。伊讲师父，人敢会死？敢真正会死？我就听的感觉真遗憾。好，咱的学校的课程内底无教这生老病死的代志，哦，啊，咱这个佛法呢，有讲这生老病死，所以听佛法有足济伫咱这社会学、孔明的思想无讲了的所在呢，咱佛学拢有讲了。注意，若无放袂记，我定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啦。诸罗记录呢，问孔子讲，讲咱人，哦，死了后啊，啊，这个身份要倒位去啦？死了状况如何？孔子甲回答讲：不知生焉知死啊！在生代志都无甲无啥啥了解未尽啊！死的代志呢？孔子都无甲你回答啊！不管孔子知也好，唔知也好，总是无一答案啊！那么反观咱佛法呢，都无共款啊！哦，为生一直讲讲啊死了后的事，不但讲今生，佮讲了过去生中。不但讲去过去生中，佮讲现在，讲未来世，贯穿了三世。你看释迦牟尼地位偌高就好啊！虽然会当身为作为佛的弟子，感觉真尊荣，感觉呢真光荣的代志啊！所以释迦牟尼地位啊，不可斗量啊！哦，甲今生生死的代志，为何会来投胎转世？
死了后投胎倒位去呢？佛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讲呢，咱今日来这听经闻法，会当了解到足济世间咱所无法度了解代志呢，在这佛学讲座内底得到真济答案。今日要甲注意讲的，就是讲众生把这个无常当作常啦，这是众生悲哀所在。所以迄个昨天我问啊，讲咱人吼、有生有一天会死哦，用死感情在死，这句话感觉唔是问题哦。但是对伊来讲，伊也感觉是呢，不是也是不是问题的对啦。所以有一次啊，这个日本有一个宰相的祖囝，日本一个宰相的祖囝，伊都这边大病啦。阿准呢问因老爸，讲爸爸，我死去了，我唔知要倒位去吼。甲问者因老爸在晃一下呢，善根大展流露啦。也日理万机啊，操劳国事，在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宰相呢，也左肩问一句话了，善根大展流露，讲这我读下这次，将来唔捌想过这问题，人死去了，身份要倒位去啊？伊无都有答案回答伊查某囝，就撕掉伊这个宰相去找答案。等到吹牛时，要告诉他的女儿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已经往生了，最大的遗憾，死掉伊这个呢，宰相就出家修行，到尾啊，修到有开悟证据。所以有人在佛法的过程当中，听一句佛法呢，伊感悟人生；有听一句佛法，伊浪子回头；有听一句佛法，破除伊内心迷惑无知；有人听一句佛法呢，改掉伊所有脾气啊。所以佛法。佛就是觉法，佛法就是觉法，卖入佛门便罢，入佛门拢会觉悟，因为佛法是教你觉悟之法啊。所以今日断迄正见经呢，也是告诉你说世间的真相何在。因为众生迷惑真相，因为迷惑而造业，因为造业而受苦轮回。所以今日要甲注意讲，众生颠倒，确实要颠倒。哦，伊甲世间无常当作常啊！你来看，咱刚登六成的时，我都40岁啦。今日我伫楼顶都甲诸位菩萨讲了，六成甲即马已经9年啊，我即马已经49岁啊。明年就要进入50岁，我想讲哦，50岁讲作老感觉呢，要进老人感觉呢。啊，当初出家26岁呢，26岁呢，可见时间过非常紧。时间个贵啊，个流失呢，由不得你呢。你也无特权，也无下面，老也老未掉。你也问讲90岁老人，讲90岁你安怎贵啊？因为我嘛唔知，迷迷糊糊、懵懵懂懂就度过一世地人。90岁安怎度过，伊家己嘛唔知影呢。所以这时间过真紧，尤其咱人啊进入呢30岁以上呢，就到时间更加愈紧。长到过年尔，今日已经呢3月中旬啊。所以啊，咱注意啊，世间的确很无常啊。世间不能是空间，不能是时间呢，都是在刹那生灭当中流行呢。你不得不觉，你身躯嘛在刹那生灭呢。如果你身躯未刹那生灭，细胞未死，未新陈代谢呢，你像石头一点空空，未长大，未老，未死。但是事实。不可能，世间任何一项物件，拢伫因缘的斗阵跟因缘的离散当中呢，成灭不异啊。所以佛教甲你讲，讲一人善根要成熟，要会流露出来呢，首先来咱观看世间无常，这个善根会流露出来，会入道。所以阿含经有讲啊，讲一个人能善观无常的话，此人则能入道啊。有人讲。所以讲呢，这段无悔，你放心啦，你放心。这段无悔上后跳2点钟，了唔得呢，就消失去啊。你这段的宴席啦，食到足澎湃啦，山珍海味啦，你放心，你放心，了唔得呢，点外钟就结束啊。不怪世间人讲，
天下无了不散的印象啦。这就是一一流露出无上的见证，诸位有清楚无啊？好时间容易过，歹时间嘛照常过。所以咱人免不了有痛苦、有烦恼、有郁卒、有压杂的时阵呐。但是这也是人生过程当中一点，也就是过渡时期而已。当你啦过两年了后，在你一年前迄、那个痛苦日子呢，伊嘛是过。所以呢，你称心如意，你真得意的代志，那么这时间嘛是过啊。所以无常总是会吞噬世间的顺境跟逆境，哪怕是金书红一代枭雄，看你伟大啦，吞六国啦，到最后嘛是无常去吞食伊。一代了不起的张仲景先生啊，南征北讨，剿伐抗日呢。那么最后伫台湾专制时期呢，推动遐尼久呢，嘛免不了无常去吞食伊。伊后生张仲景先生呢，也同款。那么李登辉先生，吼、哦，伊的执政呢是咱台湾之父呢，但是呢，随着岁月流逝呢，伊即慢慢的知影，世间总是会过，这就是无常的流逝啊，无常的见证啊，吼、哦，安尼注意清楚吼、哦，这点足要紧的哦。如果咱人那是有了解世间是无常，认真去个探讨，去个注意为者呢，你的善根会慢慢的成熟。你探讨讲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啊，咱听着讲这无常，会紧张，会惊吓，错了。无常有两种，好的变歹是无常，啊，歹的变好也是无常。所以无常无好无歹，安尼注意清楚无啊？这点嘛更加愈重要。这个囡仔自细汉为非作歹，未孝顺父母。老母讲一句，应十外句，父母言甲半小时期，甲骂两句啊，多加出走，多吓，歹好变歹是无常。那么嘛，真侪囡仔，伊过去是乌道的佚佗囡仔，但是听了佛法，或者是拄着善知识个开导呢，因此浪子回头，因此呢，即款个歹变好嘛是无常啊。诸位你讲敢毋是呢？本来咱在生死轮回当中，那么会阁继续去沉沦落去，因为咱的下苦修行，甲最后有明心见性，有开悟证果，在这款生死流转的过程当中呢，因此步向呢来往生西方净土，这款嘛是无常的变化，注意安明白无啊？那么。凡夫众生在生死流逝的过程当中呢，因此转变的观念，净化伊思想，贪嗔痴净化，见思迄顿顿呢，因此步向佛道，这嘛是一款无常的变化，注意明白无啊？所以无常无好无歹，但是呢，一般人听无常，拢个偏向于认为讲个消极，吼、哦，认为讲呢个多事，感觉。用心疼感觉较无好一面，其实无常也有好一面。那么在这所在要甲注意讲的呢，这个无常这两字为何会叫做无常？注意啊，原来这个无常呢，伊的定性是安怎？两字因缘，世间是因缘和合啊，和合的物件总是会变化。会变化，所以叫做无常。虽然佛经讲讲，因为世间因缘和合，世间集；因缘离散，世间灭啊。好、哦，啊，这个因缘两义呢，就是世间的真相。啊，因缘是脆弱的，是可坏性的，不是永久性的，不是独立性的。好、哦，伊是刹那生灭的。所以世间你要认识这点呢，你对世间的那种执着跟挂碍呢？慢慢的会淡淡的，会淡淡的，就是吸酒啊，到尾准备吸啊呢，而且慢慢入道，慢慢入道。所以心门弯角的我这因缘生灭，所以心未执着跨界，因此自行解脱，我因缘法。所以在佛法里头有个辟支佛，辟支佛
原来咱台湾话呢，叫做弯角五音言来开五进句。看到世间，朝看百花开啊，目观呢黄花落，看到这个花开花谢就开五进句啊。哦，所以呢，有一次啊，有一位辟支佛呢，坐伫树下啦，伫坐禅，啊，一阵风船掀入去树叶啊里。那树叶呢，凋零，黄叶落下，那位头卡里，已经悟了人生的无常，自信解脱，证成果位。看一片树叶啊，伫飘落落来哦，就开悟啊。咱以为在座千万人，你伫是不是捌看过树叶啊飘落来无？看了了，你心内作何感想？你有开悟无？我讲无感想。迄就是自古以来，你无对这无常法的身观呐、啊，深入个观想。卖讲树叶一趴啦吼，卖讲树叶一条啊，底下底下就飘落去未开悟啦。叫一只狗去游，好大个满涂骹，你就未开悟。为何如此？你平常都没有无常的观想。所以佛陀伊只鼓励佛的弟子出家人诶，啊，住伫亡啊无边，吼、哦、啊，都探望这个病患者。或者是呢，带你临边树卡，这样跟大自然在一起的话呢，你会体会到人世间无常。带你往个波边啊，今仔一哭几摆啊，明仔再搁一哭几摆，体会无常。你去看这家伙别忙呢，这人的心中呀，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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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个在你心啊，怎么跳出来？体会无常。所以多看病苦人，你的善根也会成熟。世间无常，所以世间无常呢？但是众生啊，伊有当时伊唔是唔知呢，天下间无戆人。但是呢，伊就是无常，一直无尽，一偏落来呀，一偏落去呀。父母死一遍，伊靠一遍；后生死一遍，伊靠一遍。发生车祸事故呢，无得挽救，哎，靠一遍。啊，现在是无常，啊，无常佫会偏去呀，你无得转境。所以呢，有一句话说：“四古你也记起来，就是个修行啊。缘来物聚啊，缘去物留啊，缘来物息啊，缘去物悲啊。那自性都解脱，自性都解脱。一面来，你也卖执着啦；一面去，你也卖个老啦；一面来，啊，你也莫只欢喜啦。”有有莫怀疑，缘生缘灭嘛，有来有去嘛。缘去你也不要悲伤，你不要被境界骗了嘛。诸法本来是无我空性的啊，啊，既然诸法无我空性，你偏偏都偏去，这就是无修行啊。那为何释迦牟尼佛以开悟证果将近入涅槃的刹那之间呢？有开悟证果阿罗汉呢，如如不动，未哭未笑未欢喜，自性解脱。要无开悟证果呢，靠家默默求，伫涂骹呢练东练西呢，含天龙八部都流目屎，有人啊会流目屎会哭，互诸法无常偏去，看到这生灭，伊就情不自禁，互境界转去。所以你爱我修功，甲到去四句，你慢慢入倒来啊，自性就安尼像吸一仔袂吸啊。哦，你来我欢喜，互境转啊；你去我就伤心，互境转啊。永远伫来来去去，出出入入，你可怜咯、哦，真正有够可怜。所以我嘛惯用一句话讲啊，伊讲一个人能够统领百万大军啊，不算厉害；能够控制自己的起心动念，能自在的人才是人上人啊。你一万大军呢？军兵如山啊，发一句理政呢，你唔敢少死啊！你少死头壳砍身骨的本质啊，爱死啊，无厉害。你会控制百万大军无厉害哦，你能够掌握你自己的心，起心动念能自在，才是人上人，这是厉害啊！哎，你注意清楚无啊？无简单。卖讲这理论啦、啊，讲一句上简单就好啦。到了一件代志，真委屈的时阵。你的塞个性，得塞脾气啦！你无得掌握你的心啦、啊。当你伫遐烦恼时，你袂当无烦恼啊。当你伫遐塞性地时，你袂当无塞性地啊。有人讲，
因为你就无修啊。啊，为何佛祖离开世间的时候，遐开悟证果阿罗汉如如不动呢？为何无开悟证果人靠家伫涂家过过年呢？是何道理啊？灵转境，所以伫个灵严经讲一句话啊：心能转物啊，即同如来。心乃当转一切境哦，你看如来看佛无啥两样呢？道理在这所在，安尼自明辨吼，这真要紧。所以这段的内容，讲一句话尔：世间无常，你不要被骗啦。啊，凡夫就是出世要让骗的。你若无无常骗的，你不是人。你拢有骗去，你嘛知影讲爸爸会死，妈妈会死，但是会发生无常啊！啊，你偏偏哭，偏偏伤心，偏偏情不自禁啊！无定力嘛，所以我讲戒定慧就修这啊，唔要修啥？好、哦，所以呢，咱咧修行时啊，是修这心地能如如不动，不被境所转。好、哦，百花丛林过啊，片叶不沾身啊。在公园行过呢，看到乌红的青白花蕊遐尼艳丽呢，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片叶不沾身。遐红的花未掉入我心内，橘色的花未掉入我心内，粉红色花未掉入我心内，心里有转机啊！百花丛林过啊，片叶不沾身呢、啊。这就是证明了一个修行人有定力、有禅定、有修为。所以讲，今仔日，咱今仔日就是看这无常、无亲观呐，无去恶、无去修。哦，其实是行观在修，很简单，不要被无常法骗了安尼尔。啊，有人讲，啊，爸爸死无靠，是不是无情、不孝顺呢？你们讲嘛是对啦，徛伫世间法啦，啊，徛伫圣义体，徛伫解脱法，你靠有可能活过啊吗？你个伤心靠到目屎，亲像呢？就最大遐认真，妈妈又搁伫阴间地狱会当回魂倒转来吗？无可能吧？也因为无可能的事实，所以咱咧哭嘛无什么意义。但是有人讲无哭，人讲话呢，讲嘛是有理。所以世间有时候你拿捏的恰恰好处，就讲我有当时啊，人啊，我就讲我老爸就好啦。我出家啊，吼，伫咱这个台湾的社会，我嘛稍微有一点点吼，一片天呐、啊。地名都嘛有啊！我安想，我老爸今年85岁啊吼，我若告诉阮老爸往生啊死去，我可能爱哭，我无哭袂得，因作阵会甲我讲我不好啊！啊，唱连我有禅定，所以哭有一种方便权巧，无哭用讲话，有了我用讲话所以哭，啊哭是真无奈，好啊你无哭佫袂使呢，哪会讲话？所以这个时候呢？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做的事情，有时候是为给火众生看，哦，安尼无那个比赛啊，哦啊，有时候你也必须要说，你在哭是用拳脚方便，啊，拳脚也是需要的，哦啊，所以呢，咱的意思就是讲，今仔日，咱的重点这一段就是告诉诸位说，世间本来是无常法的，啊，今在无常，又搁不能转境和无常偏移呢，这是众生的角色了。诸佛菩萨能理想，能转境，能理想啊，所以自行解脱。所以啊，讲到这呢，我开门见山的讲一句话：人生为什么很苦？因为无常，才会叫你苦啊。看出世间是常的位置啊，可能吗？无可能。为啥无可能？因缘法嘛。好，伫这啦，点半钟呢。你听啊，一心不乱啦，听啊，真欢喜啦，放心啦，放心啦，点半钟念伊就牵绕，念伊结束啊啦。为何？因为因缘法，大家千万人到顶啊，点半钟结束，千万人各自回家啊，缘生缘灭啊，这个就是世间的真相，就是无常的本来面目。安尼注意清楚无啊？这最要紧的。为何会苦？无常法嘛，无常法的前身就是因缘法嘛，佛法是讲这个问题嘛，做现实的，做现实的。所以讲，为什么人生会苦？因为无常。为什么无常？因缘法，找不到世间一样东西说它不是无常，不是因缘法。
这间厝嘛，姻缘华，哎，无帮西，电帮无，吼、哦，啊有啊，这个啊，拖水西，吼、哦，啊有建设公司建设这个啊，这栋大楼起来，种种因缘和合，总是因缘和合的东西，它是无常可坏的。所以我常说一句话说，因缘法就是佛法的大本源。离苦界世界，离苦界世界，他方世界，无量世界，无量世界，无量世界，迄、那个世界各有一个法的存在，迄、那个法也是因缘法。如果那是伊唔是因缘法，迄唔是佛法，佛法拢是因缘法，安尼就有清楚无啊？这最要紧的。所以我看遍了三藏十二部经典，无不讲因缘的，讲因缘法。啊，因缘法，人讲深深教你听无？但是看安怎讲，无离开因缘两字啦。像今天的法会也是法，讲经说法也是法。这个法由何而来？如本法师懂这念头，有着业力感召，叫大家来听经闻法，请真侪贵宾来，吼、哦、啊南北二路来，本地来。众人说来，这是因缘法嘛？啊，可见这个法就是可坏性的，不是独立性的。本不是讲本来就有诶，伊所以会存在，就是因为因缘的合合。因缘的合合的物件，总是可坏法，这永远的记掉。也因为透过这点的认知呢，安尼才会被世间的种种所骗了，安尼智慧才会稍微增长一点点，在身观也空乏。紧接着呢，来接受这空有不二的圣义地的道理，不然的话呢，永远不能入道。所以今天一看着讲，人生是真苦啦，搁真短，这三人都唔敢好人的啦。有人讲大人会苦，囡仔可能未苦，讲你答错了。大人有大人烦恼，囡仔有囡仔烦恼。你若唔相信讲囡仔无烦恼，你叫来边仔问看卖。他受这个功课的压力呢，透不过气来，干不跳楼呢？干不爱控精呢？干不爱跟爸爸演扁人呢？他有他烦恼啊！啊，且个特别好写分数啊，个遐未拄好啊、哦，他有他痛苦啊。所以囡仔囡仔烦恼，中年人中年人烦恼，老大人老大人烦恼。有人讲老人无烦恼啊，烦恼愈多，伊点死啊？目睭底下呢雾雾啊，耳仔个重听啊。阿爸吃饭，哈！阿爸吃饭，哈！阿爸吃饭，好好要吃饭伊何来个？老人嘛烦恼啊！目睭一看咧，就一人样，讲看讲两个人样。目睭雾雾，吼、哦！啊，身躯血路循环佫未拄好，身骨轮痛骨杂，血路循环佫未拄好咧，胆固醇佫悬咧，佫高血压未，一身骨病啊！老人敢袂烦恼？所以每一个人所处的岗位，每一个人的背景跟立场，都有他业力果报的痛苦啊。所以讲呢，人生苦，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的呢，佛一教经讲一句话，一讲啊，讲众人日头会变亮，月亮会变小会弱呢。我说的苦的道理不可令易的，我讲苦的道理没有可能改变。日头会变冷，月亮变小，会当变的事实，但是无法度改变这事实。世间都是苦啊，所以讲世间的苦，每一个人的业力果报不同，造业不同，感召的果报苦的立场也就不同，总是有苦啊。所以呢，当你痛苦的时候，烦恼的时候，你所掉下的眼泪，那是不可斗量的啊。我在文用这里呢，这个元朝有一个幽潭大师呢，讲了几句的句颂，咱注意，这香槟边的耳膜吼，佮看卖咧哈，然后大家听，这耳膜呢讲，元朝幽潭大师吟呐，危害回师积如山呐、啊，别类翻行数海难，世界倒头终有怀啊。人生短暂又何欢，作男作女啊，经千遍，带角披毛历万端啊，不良出生生情多，投胎一错啊，会死人啊。祸福庄严啊，伊这意思就是讲啊，危害回事呢，即如山，
什么意思？就是讲，咱道生累劫以来，生生世世，过了八千万亿世啊，就对了。每一世、每一世、每一期、每一期的生死以来呢，死去了后，你的骨头啊，烧烧还是吸骨拢不要紧，贴起来呢，比山佫较悬呐。有道理无？有道理。有人讲，敢有可能？我分析你听啦。死去了后，咱唔免讲哦，烧起骨头偌济，照讲一翁啊，才好遮尔济啦。一台词见方吼，好呢，卖讲一台词啦，就演得好啊。死去了骨头啊，尖尖哦，才存演呢。一世，像这小娃娃呢，一节得好啊。一世演得济，两世就两个小娃娃，一百世就一百个小娃娃，一万世一万个小娃娃。如果呢无量世呢，那还得了啊？外省的人讲还得了，贴起来呢比苏弥山较济啊。所以呢，幽檀大师是悟道者、开悟的人，是过来人讲的话。危害回兮即如山，回顾你过去多生累劫以来，死掉以后，你的骨头呢堆积起来的话呢，比山还高，卡不练去啊。咱因有皆因之迷，投胎转世未去定世地人啊，所以好人的过去呢，那是对真相的不公平，真残忍的代志。如果你要有宿命通，有神通为假呢，你回顾看你过去种种的生死轮回呢，死去了骨头贴起来比山还高啊，脚不准练去啊。好像那一句“别累欢行树海难”呢，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如果你在生啦吼，阿婆啊分开，尤其新婚之夜呢，分开吼，哎呀唔甘，哦，情绵绵意绵绵呐，啊，藕断又丝连，啊离开呢伤心烦恼啊，啊哭目屎呢，一世的人唔免讲偌济啦，一世的人准一滴杯啊就好啊。有人讲，哎呦一滴杯啊济，你唔讲济呢？细汉，你看嘛，哭几遍，哭到你即马二十几岁，哭一世的人，我讲不只是一滴杯啊啦，一滴杯啊是让我较保守讲法。好，唔免讲偌济，一世的人一滴杯啊就好。你一百的人呢，一百滴杯啊目屎，无量世呢，无量杯的这个眼泪啊。所以经典里面所说，开悟祖师所讲的。半句都无虚言，无打妄语。伊讲别类翻成四海难，就四大海啦，比这台湾海峡啦、太平洋啦、印度洋啦、西太平洋啦，这个眼泪比这个四大海的水还要多啊！这句话并无介离谱。咱以为讲今生，迄个一世轮啊，佛法说无量世啊，基督教两世轮，一般。无神论的呢，讲人世人都无啊，无来世，无过去啊，迄另当别论。只要你有生死轮回以来，就有无量世。无量世的话，那么四大海算什么？无甚至啊，无量世都无量的目屎啊，诸位啊，因有觉悟无啊？有清澈无啊？所以讲，骨头啊贴起来比山较悬，目屎比四大海较值。一点都不离谱啊！一个该剖析完呢，用世界倒条将无怀啊！这个世界不要说身体有生老病死的危机了，这个地球、世界、山河大地，乃至日月星辰的话呢，它都有生灭的一天。佛经叫做生住异灭，行住异灭，行住怀空。虽然有当时啊，伫半夜。无月光明的时，半空中一流星，扫过，白白呢一条线过呢，那个世界毁坏啦。三千年前释迦佛祖就讲啊，讲我们的地球有一天经过这个注解坏解以后，我们地球的生的命运也会跟虚空的一颗流星一样毁掉了。地球嘛有生住坏空呢。
根据现在这个考古学家、天文学家的说法，我们地球的寿命目前正处于中年的年龄，大概有45亿至50亿的寿命呢。从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呢，讲是7000年前，这早就用推翻啦。光是一粒日啊呢，伊寿命呢，日啊都1亿7000年到2亿的寿命，才能结成这个结晶呢，再成日啊。可见这个日啊，地球的存在时，上帝还阁唔知是倒位呢。所以呢，这基督教思想早的呢，在欧美国家当作天方夜谭呢，当作妄讲《封神榜》《水浒传》。开玩笑，地球寿命45亿啊！啊，上帝7000年前创造天地万物，啊，七千年前，你上帝徛伫倒位？你还未来人间的时，地球就存在啊！你是安怎创造地球、创造日月星辰呢？所以这块思想是太幼稚啊！啊，那是嘛，我去信这基督教啊，奇怪呢。所以有机会再讲佛教跟基督教比较，你就再讲哦，释迦牟尼的智慧不得了。一共这地球。成住坏空的构成呢，要经过四中劫，一大劫有四中劫，一中劫呢有20小劫，正处于这个注解的第九劫，都吻合现在科学家、天文学家的论调呢。地球到45亿至50亿的寿命呢，有一天，咱地球嘛是经过呢坏掉时阵，或是爆炸。爆炸机也好，啊，变成脱离轨道也好，世界的流星也好，总是有毁坏的一天呢。那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就讲出来呢，释迦佛做地位有伟大无啊？非常伟大。所以讲啊，世间到头终有坏啊，讲出世间的真相啊，这个断黑正经啊，你唔知个讲清楚啊。过来，人生弹指呢有何欢？何谓弹指？弹指就是这么一回事，掉掉，一弹指，一刹那的意思。极短的时间呢，人生有何欢呢？好、哦，如本法师够偌有钱，够偌有势力，够偌有名望，有一天有哪样怎？如一弹指啊！所以有地位人一看远去，伊袂因为眼前的呢。逆境甲顺境等动地啊，这福报胜过大人，唔怎修行啊。福报业呢，胜过修道业，伊唔怎修行可贵。生命明明存一丝丝的呼吸哦，伊嘛还阁唔怎修行呢。很多要死哦，伊嘛要求生啊。很多要死哦，财产嘛阁过掉掉啊。人生的真正的意义跟价值观呢，他不能够体会，所以。这幽潭大师讲啊，人生如弹指一般呢，一刹那就过去啊。今天有一位97岁的老菩萨来听经呢、啊，我问讲你安怎过啊？你97岁安怎过啊？永叔我嘛唔知呢，现在活活呢？现在活活，我目睭眯一下咧，讲97年啊，讲菩萨就眯两下，都将近两世纪。他也不知道说96岁呢。怎么过的？实在时间过的呢，让他迷迷糊糊啊！人生啊，人生啊，真正呢，活在家底呢，无一个方向，无一个目标，可悲。伊后边讲，足男足女啊，经千遍呢，什么意思？你在多生累劫以来，投胎转世，这个查甫的，这个查某的，经过呢，过来千遍啊。估计是千遍呢。既然是无量世的话呢，千遍呢实在太保守了。正经我嘛唔敢，如本保证我顶世人做查甫呢，我唔敢保证。我无定着顶世人，我做查某生10几个囝。哼，你嘛唔敢保证你查某顶世人你唔是查甫呀，你也不敢保证啊。做男做女是轮回过程，由你的业来决定的，唔是你不爱唔的问题呀。你们做查甫做查甫，不是讲我高兴就好啦，只要我高兴，有何不可？这句话来讲是不符合真理哦，听起来很爽快，很豪爽，很酷的话，但是呢不合真理。只要我高兴，有何不可？有何不敢做？有何怎么样怎么样？这种是不负责的话。你们做查甫做查甫，有查甫的条件，有查甫的条件，不是你讲要做查甫就能做查甫，要做查甫就能做查甫呢？
哪有枵空的啊？一空米过来吃，世间无枵空的。哦，做查甫做查某是啥物人甲你决定？唔是上帝意思，唔是佛菩萨的意思，唔是神明意思，是业力的意思，业力来做决定的。安尼就有清楚无啊？断迄正经啊，有人阁未迄啊，甲你断掉啊，正着这真相啊。无呢，你还阁保守伫一般人传统思想观念，我要做查甫，神明甲安排；我要做查某，佛祖意思。有无？有一款人呢？啊，你要做查甫查某，唔是佛菩萨的意思，神明嘛无咧遐尼伟大啦，来决定着你查甫查某啦，是业力甲你决定。所以讲，今日我要台北。嘛，唔是神明甲安排，佛祖甲指点，我家己要去。啊，你若讲我家己要去台北，这个事实撒给上帝，撒给佛祖，讲上帝指点甲上帝意思呢？我讲对这真相无公平，你打妄语讲白贼，要还给他一个真相啊！所以呢，今仔日你做男做女，过来轻便呢，是不为过啊。过来。大角皮毛立万端啊，吼、哦！这听下脚尾灵气，什么叫脚尾灵气？脚尾灵气，我听到会寒呐，会惊。皮毛带角，皮毛就是猪啊、鸡啊、鸭，先出个问的。带角就是呢，牛啦、羊啊啦，带角代表畜生道的意思。你堕入这畜生道呢，已经遭遇到呢，哦。利万端啊，唔在归谁啊？所以人的生死轮回，佛法说有六道轮回嘛。当人也只不过是六分之一，还有六分之五啦、啊，的机会的哦。这个难讲，讲人是做人，答错了，六分之一年啊。啊，人是做鬼，也答错了，六分之一年啊。还有五道啊，天道、人道、阿修罗、地狱、畜生跟五鬼。这个是六道轮回，也就是说你当你没有开悟正果，也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你的业力使然，让你身不由己的呢，由业力决定呢，你六道的哪一道，六道的哪一道呢，跟你在世所做的业因呢，有密切息息不可分的关系，非常公平啊，断迄正经啊，所以人是做人，叫做常论。常什么意思？不可改变的意思。人是做人，人是做人，永远做人，也袂做鬼，也袂做牛啦。人是做人，个常论，或者说人是做鬼，永远无可能改变的事实，个常论。可是世间，你并不了解那真相，你说错了，还佫伫遐怀疑。人是做人，个常论，啥个常论？不可改变的事实。但是事实可能吗？不可能的。假使你。在世做了有懂得，做了唔对起，做了有失格差，有犯错呢？你当人条件就是破格去啊，失格啦，可能当人的机会没有啦。所以呢，做人有做人的条件，做天神有天神的条件，做佛菩萨有佛菩萨的条件，这个条件来决定是你哪一道的，安尼才是公平啦。所以咱听世间人讲，人是做人，咱听咧有一种烦恼。很遗憾，他不了解真相。好，人世是六道，看你是哪一道，哪一道由你的业力来决定的，不是你欢喜，你要安怎就安怎，除非你的格调有出来。比方说，在经典里面谈得非常清楚啊，你们这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构成人的条件呐、啊。你们这天行。唔是讲我死去了后，佛祖甲我封去做神呢，啊是神明吼，上帝意思甲我安去做神，第二战天的天主，唔是安尼啦，世间唔是安尼巧的啦，是业力甲你决定的。你做天神在守十善业，佛经讲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欺语、不恶口、不两舌、不弃语、不贪、不嗔、不痴，再加上有禅定的话呢。就可以往生到初禅以上，所以你六欲天内底无禅定，你修十善呢一旦到，但是你进初禅就无法度啊。初禅、二禅、三禅，甲四禅天呢，甲四空天去呢，
你基本的条件除了守十善以外，再加上你的禅定呢，才有可能呢达到呢色界跟无色界的哦。那么你要达到初三界的话呢，那你要更认真啦、啊，破这更熟悉咯，这一个更凶就站牢去啊，这讲起来个回头等去啊。总而一句话，今仔日咱呢做男也好，做女也好啦吼，披毛戴角也好，拢总是咱家己做的业因呢去决定的。安尼就是讲，世间人讲一句，我听真爽快，真丢。你要负起你的行为的责任，这个位就对了。你所做的每一个好、歹、善、恶、是非，这是决定着你未来为你家己铺路的，非常公平呐、啊。所以呢，今天披毛戴角、做男做女，拢都是业力来决定的。所以呢，这元朝这个幽潭大师呢，伊就甲恁讲啊哦。哦，这两句话就对啊，不像此生啊，生净土呢，投胎易错呢，毁时难。这句话真对，讲这世界人啊，要拼开悟证果，实在咱想想也唔敢咧想，也无希望啊，无你就往生净土啊。你念得一心不乱，念得往生的时候正面现前的话呢，承蒙西方三圣的接引，往生极乐世界。今生若无往生西方净土啊，北京语外省的人讲，佮等着瞧，投胎一错啊，毁尸难。你投胎转世，若去错误唔对去哦，就离离了啦，就绝啦啦，就凄惨就丢啦。所以呢，这八句话啊，我真寄望咱注意，不能如果抄起来吼、哦，搭到面前头啊，你思维这八句话，给你恭喜，慢慢的呢，不敢说你善根大展流露了，最起码你善根也会明芽，哎、啊，怎有善根会成熟起来呢？给你恭喜，好、哦，你注意明辨哈，好、哦，注意恭喜呢。好了，啊，搁一个问题来哦，咦，啊，既然会投胎转世的六道中团团转。弄未出去，刻未出去，我都敲三界顿顿六道，是何原因？原因何在？也就是讲，是啥物经验构成你无法度呢？啊，来开悟证果，哦，永远伫六道轮回呢？啥物因缘个障碍呢？哦，使着你投胎转世做男做女，披毛戴角呢？一句而已，你没有明心见性。答案就这么简单啊，你今天如果明心见性，有明心见性哦，那我就告诉你，给你恭喜啊，你不但无生死无轮回，想要呢六道中有要有离婚啊，这根本就不可能。原因就一句而已，你没有明心见性，所以你卡家嘛做男做女披毛戴角啊，明心见性。所以过去的高僧大德伊伫禅堂内底参禅五明本性了呢，伊就咧勘清圣经，勘清祖师啊。祖师之所以祖师，圣经之所以圣经呢，就是因为伊有明心见性啊。因为伊呢，袂伫初下得失是非因果当中，计长计短，患得患失啊。伊完全袂啊，哪呢的呢？恰恰好处，拄拄好啊。日本人讲咧，甲地讲一拜一拜的少，拄拄好也无你加也无你减，安注意清楚吼。所以呢，咱咧明心见性啊，开悟正果，你首先的先决条件，关键所在，你就是明心见性。也唯有透过明心见性，你得以呢证入这果位啊，真我这性，我性啊。这五行最要紧呢，啊，性是无好无坏啦，啊，你用了坏去啊，所以呢，就开悟圣贤讲一句话呢，咱台湾人讲叫做听真爽啊，真水，要听看卖无啊？来注意听看卖呢。你相平义务有人讲吼，这几句话都够用的啦。开悟圣贤跟你讲，伊讲做佛用啊，是佛性。做禅用呢，
是贼性，做众生用呢是众生性，性无形象，随用立名啦。吼吼，有爽无？赞啊，水啊！有善根人，有智慧人，听经拢是面讲尔。这面讲说未过，刻未过呢？你还搁伫遐用你妄想意识，性就这么一回事啊！性无好无歹啊，看你安怎用。你若做佛用呢，叫做佛性啊。啊，你若做茶啦，三支手的，我大姑是呢咯，加一支手的是哦。三支手呢，做茶叫做茶性啊。啊，你若做众生来用，众生性啊，较加嘛咧沉沦啊。性是无形无相啊，随用立名。好一句呢，随用立名，随就随只。哎，注意了解吼，看你老人家安怎用就对了。随用匿名啊，好漂亮的一句话。你们这畜生这狗，你高兴嘛？有什么不好听的呢？这天性跟天人性啊，啊，这人人性嘛，哦，这狗高兴嘛，啊，你这佛用呢？啊，佛一般在用，你要解脱你的三业啊。顿断你的三毒啊，才能变成佛用啊！啊，透过修行的管道呢，才能达成这个佛用佛性呢、啊。这修透过修行观德啊啦，而、且这查拉行呢，讲人世间人讲，你这查拉行查拉行，你这查拉行查拉行，听得多难过啊！咱边边人都讲查拉，哦，你这查就变查行啊！啊，行太好歹嘞，是你看安怎用啊？事在人为啊，性无好无歹啊！啊，性嘛不是乌的，嘛不是白，嘛不是青，嘛不是黄的，啊嘛无一个风速，嘛不是长的，嘛是长角形的，嘛不是三角形的，嘛不是三角六的，性无形象，你要安怎回忆呢？这才靠你强固来智慧呢，去回你的本性啊！性无形象，随用立名，好庄严啊！注意了解吼。所以我在家的时阵看到祖师这几句话，我当下毁了我的本性了，不满诸位就对了，我在家就毁了我的性了。那咧自性光明啊，哦，少穷绝者，清清净净啊，当下就是啊啦。难道如本法师无性，三人去讲话？难道我也无性，我的手会比安呢？无性我能看，无性我能听。啊，又搁生活在性的当中，不能回性呢？世间上悲哀，莫过于如此。性达刚刚你来来去去，出出入入，你又搁无回你性，非常悲哀啊！所以呢，开悟祖师唔再讲啊，两边有这么说啊。哦，看这个义务吼，伊讲菩提自性啊。功名自在，浩浩荡荡啊，千毫不立啊，少穷呢，这绝者一丝不挂，无缺无累啊，吼、哦，清清如如，当下即时啊，所以有看到啊吼，这个就是菩提自信啊。其实性是未讲的呢，但是无讲又搁不能回性啊，这才是忝啊。伊讲啊，菩提自性。功名主宰啊，真正一个悟道者呢，他的菩提自信，他的佛性呢，是非常光明的，自由主宰啦。世间人无开悟见故，无自由主宰可言呐。真的，你明心见性开悟者呢，他的菩提自信是光明自在的，丝毫不假，浩浩荡荡，千毫不立。少穷绝者，一丝不挂。这是扫掉咱自性内底一切相、一切尘、一切法，万法不离嘛，一尘不离嘛。自性内底呢，未当一切相，未当一切尘，一丝不挂。这一丝不挂是过去开悟祖师的话啦，演变流传到民间来呢，变成无听，代表这祖师一丝不挂，代表伊不穿衫裤，赤裸裸呢。其实错了，过去的祖师讲一丝不挂，代表说你的自信、你的佛性里头呢，连一个丝啊都不，万法不立，
哦，千尘不染啊，心中无一物啊，哦，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啊，但用初心啊，得了成佛啊。所以菩提自性哪够定，够烦恼，够快乐，够忧愁，够任何呢善跟法，安尼呢并无明心见性，也够一丝挂住，够一丝挂住。一见人讲少种绝迹啊，等你心内拢总无任何的尘埃啊啦，真一面镜呢，气甲清气淡淡呢，一个灰尘一点都未使都无，光明的自信就这么一回事，无苦无累啊，清清如如啊，无苦无累种哦，啊，你自性呢很自在的，我今天有挂一件事情。就有累赘啊，我烦恼他阿未起好嘞，烦恼见光阿未了嘞，就有挂碍啊。啊，烦恼我左肩阿未大汗嘞，有挂碍啊。反正烦恼囡仔要注册费嘞，有挂碍啊。有拘有累啊，啊，无拘无累，就是说你的心已经呢若即若离，哦，中道寄托。哎，清清如如啊，当下即时啊。这就是呢，开悟祖师甲你讲出咱的自性的境界哦。我唔知诸位有回了无呢呐？讲这性是不容易讲，不容易呢表明的。啊，但是讲到遐白呢，嗯，外亲人听都会吓，外亲人听都听有啊。那你修行就是要破相显性嘛，凡夫拢执着一切相。不能认识一性啊！啊，如本法师现在真缘投，你看我的相，你无看我的性，你要破相显性啊！所以呢，凡夫始终不能入道的原因，执着一切相。诸佛菩萨开悟的圣者，之所以能够开悟正果，他就是呢离一切相。所以我会记得释迦牟尼在《金刚经》讲了四句话啦。这名文全世界呢，这四句话呢，咱今夜哦，咱的江书记官和咱属于呢，一马家去留啊。伊讲四句话真对，伊讲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啊，不能见如来，何庄严四句话？这是破相显性的道理了。凡夫自古以来之所以轮回生死，就是执着一切相，不能破相现出伊真性出来。啊，今日修道佛祖伊开门见山，一针见血甲你讲啊，弥勒说伊讲，若以色见我，你若以为讲我佛祖是三十二相八十随缘好，我就生遐尼庄严遐尼出世呢？杜谦是的，你无回我的性，你看到我的相，无看到我的本性啊。若以色见我，不能见如来。佛陀不是色，不是乌红青白，生水生歹，生倒卡生肥生瘦的，这拢未当代表佛陀。那是伊的性，伊所发出来相用而已，真正的性伊无见了，所以不能以色见我啊。如果说以色见我，佛陀其实有三十二相，八十随缘好，是如来为者。哎，转轮圣王伊嘛是佛啊，十地菩萨伊嘛有三十二相，八十随缘好啊。安尼伊嘛是佛啊，可是伊唔是佛，伊还未达到佛的境界。所以，那如果伊三十二相、八十随缘好，代表是如来呢？以上见如来呢？这人始终行行持邪道，无见有如来发心，好漂亮啊！伊音声求我，佛陀伊自性都唔是用声音做求得到哩。哦，伊声音是以这个妙用而已，你看伊妙用，无看伊体啊。你看到了相用，没有看到的体啊，体就是那本性啊。好，安尼注意清楚吼，这点最要紧的哦。最后，我讲了开悟圣经，也发起要注意听一下。上边边有人讲吼，伊讲真性心地藏啊，无头也无尾啊，应缘而化物，哦，处处呢啊无所得。如今的出虚空啊，诸位有看的吼，真水，真性心地藏，就是咱人的菩提自信，咱佛性就对了。哦，
无头也无尾。有人讲无头无尾，就是鬼哥。无头阁无尾，啊！你挂头，佛像都嘛不是头，佛像嘛不是尾啊，嘛不是中啊，啊！又阁偏弯啊。所以你执着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局部性的呢，迄、那个物件是佛像的部分，不是立体性，不是全部。所以你用讲佛像是头壳遐，唔对。哎，伊是脚唔对，是巴肚嘛唔对，迄是咱部分。所以法身的东西呢，说是头，说是尾的话呢，那很抱歉，迄是伊相用而已，你无见着性。哦，啊，如果头是佛像，我讲道棍啊，伊头是倒位。哎，啊，细棍头是倒位，尾是倒位。啊，每一个感召果报不同啊，所以你说哪一个部位是代表佛性的话呢？那你看到局部分的以偏概全，不能代表它的全体。所以呢，伊就跟你重点跟你讲，你要破相显性啊，伊重点在这所在。所以凡夫众生啊，伊往往拢较安怎呢？伊拢较安怎呢？执着相，哦，啊那个礼物啦、礼遇啦，哦，拜大张面啦，执着这个相，还是有大有人在的。所以有一次吼，有一位国王啊，迄国王吼，伊就一次哦，就甲迄间寺的主持讲：某年某月某日，我要到你这个佛寺内底哦，参访这个方丈和尚。迄方丈和尚当时是圣经有开悟人啊。那么伊就要去啊，时间就到呢，国王驾临甲迄间寺内。老和尚照常上衣经看一次，无出来给他迎接，无给他接驾，无给他排班，给他接驾呢？吼！人讲皇帝无急，急死太监嘛，在旁边这个将军的气甲六六喘，呼大大呼大大，你出家人不知天高地厚呢？贵为一个皇帝，来这竟然无给他迎接，竟然无排大礼，竟然无给他排班。好好，皇帝当让你安好，我明天才会来。你若无甲排班迎接吼，你头壳含辛苦的分只，动这念头尔。第二天一到，将军，伊行到这门口时，看一个人惊着，呼，突突突突突突，呼，排差不多两三百人都入登去啦。不冲啊，迎接将军驾到呢。诸位啊，这个将军心内真纳闷啊，你准问这个和尚啊，讲师父啊，为何啊，国王来这时，你无个驾，无个接驾呢，无个迎接，无大的仪态啊？啊，我是伊部属，这虽然是大将军呢，我身份嘛无遐尼尊贵啊，啊，你摆这场面给我，伊怎个讲？讲国王是为道而来啊，你是为了礼物而来啊，两个心境不同啊，所以佛法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有圣义体，有俗体啊。你需要用俗套呢，我用俗套对待你。国王是为道而来啊，安尼注意清楚无啊？所以有当时啊，咱讲到这来，就是讲这当今的社会，不止咱台湾的。这政治界文化啦，中外古今每一个世界国家拢同款，官愈大呢，伊执着一相就越深呐。官大哦，含大，哦人派头都愈惊拢三角形的呢，看人三角目的呢。官愈大，哦伊派头愈大了。你今仔在过去专制时代吼，过去的哦封建时代。皇帝时代吼，那讲某时某日要来发扬光大，迄、那个国王要找资本吼，我若无摆落落长吼，我可能头壳含辛苦分只。我很以前话，有道理啊，众生执着这个相嘛，不是为法而来的嘛，为道而来嘛。所以呢，在这个开悟的周树文里讲啊，伊讲执相心着魔，离相心自在。一切平等观呢、啊，无取亦无舍啊，非常水。心内若执着这相吼，心就着魔啊。
魔你忙是讲外口一只魔，因千变万化会甲你吓惊，生七孔流血、五血。魔唔是安尼解释，魔就染污你的本性的意思，障道的意思，损了你的祖先啊。魔有染污的意思，所以执着相的话呢，跟你的光明的菩提自信的已经染上这一片的黑暗，都个恶鬼啊，那啥鬼啊？你执着的话，一切万病、一切的痛苦都是由执着而来。没有执着的话呢，一切病、一切烦恼，当下呢顿失掉了。所以说啊，执相心着魔，离相心自在啊。你心内慢慢的执着啊，一切法如幻如化，生灭无常，哦，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的呢，刹那生刹那灭的。你不执着一切相的话呢，你才有所谓的自在可言呢、啊。所以一个人做个痛苦人，伊相对伊就做个执着，这面骗人诶。啊，你唔讲阿叔，我干咪痛苦？你看未？你别问我，你问你家己，你会很执着吗？很执着的人，他的病一大堆，一切的病、一切烦恼、一切痛苦，皆由执着而来。一切平等观呐、啊，无取亦无舍，这解脱的位。一切天下间的人事物、万行代志呢，能透过这个因缘生、因缘灭，去透视他、认识他的话呢，平等观，无取亦无舍。诸法本来如此嘛，取之也得生灭，不取的也得生灭啊。诸法本来如此嘛，所以讲，修行啊，爱记得。咱那是多研究这个《金刚经》或者《般若品》《八戒品》呢，都常用《金刚经》哦。你的执着会淡淡的、淡淡的，较淡，因为是破相显性一门的法门呐、啊。你也做个痛苦人，可能会执着人，懂不懂塞个性人，懂不懂的压脾气人，这个人多诵念这个《金刚经》，非常好一个法门。他这一人，伊做塞个性，懂不懂呢？就经书化，哦，安尼，伊上这金刚经了呢，翁婿也无个教，哦，后生祖囝也无个教，他自己调伏自己啦。什么调伏他？佛法调伏他自己，自己调伏自己，自己救了自己。佛法是这么一回事啊。好个嘴条哦，佛法以心为根本。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任何一种、任何一派呢，如果那脱离了伊这个心的论调呢，而呢这个佛法已经产生了变质，有可能是无了义方便之法啊。所以佛法以心为根本呢、啊，啊无谈论心的解脱呢，一切拢总是方便之法。所以呢，伫传心法要呢，哎，有人讲哦，来注意，咱看相片哈，有人讲。众生应彼啊，佛性本自有一，假设尊者呢，只是我的本性，本性即是心啊，心即是性，性即动诸佛心啊，前佛后佛，只团初心啊，独处心外，无佛可得，心即本性空寂，莫处一切相，即合性意，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啊。哦，是像个水高哦，360度啦，要找一个讲缺陷咧都难啦，太水咧，不怪我讲，哦，太水咧，哦，太水咧，以前就是唐朝有一位开悟的祖师，叫做黄檗禅师啦，黄檗断际禅师、虚云禅师，伊咧讲啊，伊讲哦，众生啊，所以开悟人。对大众，人家讲众生不要紧，以性者嘛，讲众生啊，众生应该知影哦。佛性是你我大家人人有的啦，唔是我有你无，伊无你有，安尼叫做有问题。佛性人人拢有，啊有是有，你透过修行啊，再我都把你的本性显露出来啊。伊讲啊，迦摄尊者就是释迦牟尼佛传给第二代迄、那个。模糊呢？迦摄尊者
伊也只是悟明这本性安尼尔啦。为何？因为本性就是心啊，心就是性啊，啊性就是呢，诸佛的心啊。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呢，也只是传这粒心而已，传这粒心尔。如果除了这粒心的以外呢，各有佛可定呢，该磨碎啊。心性要如何定呢？伊甲你讲，心之本性空寂啊，一定不染啊。哦，莫取一切相啊，集合圣意啊，好就是。所以修行你也听真，你胡乱听也乱去，都按照这故为的修道修为先护啦啦，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很干脆的丢了，很理性的告诉你，也没有拳脚方便，非常顺。哦，所以讲要注意讲咯，咱修行一定得按照以心为根本。啊，有当时咱讲求生西方净土、东方琉璃净土啦，拢中对。但是六祖慧能大师已站在另外一个进另外一个角度解释讲，安怎呢？你心来清净哦，自性弥陀，自性佛都显露啊啦。莫了一条要远东边，要远西边，唔免一强调心。所以呢，六祖慧能大师为你讲哦，咱注意看相片边啊哈，为你讲。书君啊，东方人啊，但心静即无罪啊。虽西方人心不静亦有牵啊。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呢念佛求生佛国啊。凡夫不了自性，不识心中净土，愿东愿西，误人在此一般啊。哦，非常的水啦。这就是讲咱一个修行人啦吼，咱的心爱清净，心若清净，咱的国土就清净；心若不清净，佛的世界也如同误会同款啦。所以六祖老人家徛伫即个自性弥陀、自性净土的论调来讲这代志，但是伊并无否认西方极乐世界哦，唔好误会，伊无否认，只是讲修行人爱以心为根本啦。伊则讲啊，吼、哦！伊则甲念佛人，安尼做着譬如呢，讲书君东方人呐、啊，君是指着讲哦，修行者啦，啊，你这行者啊，你东方人，咱则叫东方，啊，叫世界叫西方啊，咱则叫东方啊。你东方人哦，心哪静呢？其实都无罪啦。啊，虽然西方人哦，叫世界遐人哦，心哪无清净呢？同款有罪啊。天就是有罪过的意思，哦，佮听无？啊，东方人若造罪，啊，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好，水就出嚟遮。用西方人如果若佮造罪，念佛要求生对一个国家去啊，好，作水。伊这就是要建立讲哦，爱当下爱明心见性，当下你自性爱解脱，当下自性净土意思啦。你若无明心见性，无了你自性为正呢？一个愿东方，一个愿西方呢？哎，唔对，啊，五人当下在处一般拢本性就是净土啊，伊是建立这款论调啦。对啊，咱东方人，东方人自罪求生阿弥陀佛啊，啊，西方叫做世界遐人自罪咧，要求生去倒位啊？有人讲啊，叫做世界干么去自罪？伊是假设个话啦。啊！如果也做做要去倒伊，求生佛国啊！好，把你反问这句话多漂亮！有人讲啊，叫做世界诸大善人集会一处，诸佛菩萨各做罪，那是六祖慧能大师反问你的话。意思讲，叫做世界遐人清净，哦，当下就极乐；啊，娑婆世界也清净，娑婆世界是极乐啦。极乐呢，是问伊自性有解脱、有清净无？如果呢，你在极乐世界心无清净去造业呢？哎，极乐世界是娑婆世界啦，哎，你注意清楚无啊？这点最要紧的哦。啊，搁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啊，这要结束的问题啊。有人讲，如本法师啊，如果拿飞机在半空中去飞，你坐飞机啊，在高空20000公尺。直接摘下来的话呢，伊人其实阿袂甲涂骹拢分去，拢死掉啊啦！
总会脱高的，还是大海的呢？用吹嘘万端呢？请问，伊神识是否可以往生呢？问这问题呢？好，这句话问得真好。有影，如果人欢喜，超弄就砰就随死，和你无机会念佛，或者是伫飞机半空中栽落去刹那间，无两秒钟就昏去啊！或者是死去吹嘘万端了后，请借问你信息？有法度往生叫世界无？答案是安尼注意。如果有修行人、有禅定人、有修为人、有开悟见个人诶，照常往生叫世界。换一句话讲，如果若无修行、无禅定、无修为人，那么伫咧高空直接栽落呢？你当下心魂都昏去啦，啊，甲涂骹都昏去啦，啊，死你死你，家己嘛袂感觉得疼啦。这个状况之下呢，有往生叫世界无啊？答案伫头前，无修为、无修行、无禅定人诶，是随着他的起心动念的习气、业力、随念头而决定是哪一道的。也往生未往生，啊，个问伊是毋是讲，迄个时阵虽然死去了后。也意识会扑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呗，安来决定的啦，安尼最清楚无啊？安尼上公平。所以讲注意，你我大家平常时去念阿弥陀的圣号，无非就是呢，在这个临急危机刹那之间，你无多准备，无多呢，含意料时阵，都用得出来啊。来，我讲你听，咱呢？文良大法师以本人老机会，我叫他以身作则讲一听。他有一次啊，他跟着团体呢要到韩国去坐飞机呢。那么坐飞机其实哦，哦啊飞机飞向向拄着气流，啊气流和心一下哦，才200公尺，晃一下，哦呀心中无奈，那昏也死呢，心一下吼、哦。飞机所有两三百人哦，拢叫阿爸话、阿妈话呢，哀声叫绝啦，叫天叫地啦呢，非常凄清呐。唯独呢，都文良大法师呢，在飞机心的200公尺当中，一脱口念一句阿弥陀佛啦，你啦，发一句阿弥陀佛啦。我是按照伊家讲原版讲出来，我无加油添醋。你问伊看有影，我有加油探错无？无啦，伊念一句阿弥陀啦，阿弥陀念一下哦，飞机顶人叫阿爸叫阿母叫天叫地人哦，雄雄额头甲看，讲这是何方的神圣呢？回想文良大法师，啊，大家心目中伊认为讲这就是文良法师救了伊啊，欢喜甲伊当作神，当作仙人呢？啊，落飞机时呢，大家拢甲伊。啊，感谢啊，感谢啊！大叔救了我，救了我。有你坐飞机啊，无吼，我只想我大家拢去啊，哭了了也哭啊，骗我人讲哭啊呢啦。所以啊，这都是要甲注意讲，平常你有定力的时候，有念佛的时候，都可以培养你在你临命中的时候，甚至于在很危机的时候呢，提起了正念，念起这句阿弥陀佛。强固了坚固意志力呢，别人我无想到，头一句想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呢，发一句吼、哦，飞机顶两三百人同时回头一个注目礼，嗯，何方神圣和尚？注意啊！所以平常时念阿弥陀佛为了啥？在临急时阵都用得出来，都定乾坤了呢，定输赢啦。会往生未往生，会轮回未轮回，在这拖就对了。所以咱要讲话啊，今天文良大法师呢，伊就是这么有定力啊，念这句阿弥陀佛出来啊，是有期待呢两三百人的认同跟肯定啊。所以文良法师我甲叫，我唔叫文良法师呢，伊家己讲啊，我拢叫大老大，伊讲老大就拢来得到了。我一直生机变钱呢，哦，你是讲哎，伊就是念佛念的呢。他以前刚出家在伯利所在吼，
有下过一番的功夫，日夜两步两个非常的深入，进入的念佛三昧。所以平常有一次我跟他外出的时候，坐车啦，啊，一人开车，计程车去开去开，一个红车顶时哦，多一人开车真撞过呢啦，阿的司机立卡动立一个，话就讲安尼啊话呢啦，阿的呢文良大法师讲出阿弥陀佛。我叫大梦想，我叫大梦想啦！伊发出个阿弥陀佛，呼呼呼呼呼！我对念佛起啦，我功德无疑啊好，所以伊也是我的老大啦。哦，也是我的老大就对。所以飞机啊，当时要落来无人知，即咱人总是的，伊命吼，总是业力个决定的啦。所以想到这来，我若每当吼。坐飞机要去台北，要去花莲吼。我上飞机顶呢，我一种请观音菩萨到塔内呢，搞飞机到塔到布比，唔会落来哦，不好玩啊，不看我。所以呢，我上飞机啊，佫一个最大原则，讲堂这书无全部去，拢去一半。因为一半吼，那个载落时阵吼，佫一半伫讲堂内底，佫伫个。点香烧，点香诶，哎，点香去烧拜佛，你也全部落来啊，拢起了谣言呢。这讲堂是很空城哩，这调地换人啊。所以讲呢，这个飞机啊，咱个这时我是该唔忙大家，一定要念佛。这念佛很重要，你唔念佛，是你念啥？我问你，你念阿爸阿母，念咱祖先。伊敢救一个主心难保，泥菩萨过江，主心默默修，唔知对一刀去咯。伊哪里我都救你呢？阿弥陀佛都无唔对啦。啊，但伫飞机顶念阿弥陀佛，尤其飞机伫两万公尺，伫载落刹那之间，你阿莫念阿弥陀佛伤长啦，一句陀啊，佛陀啊，要载念，你讲呼，一句陀啊，你念阿弥陀佛就昏去啊。伊念南无阿弥陀，你念阿未到，我看你就昏去啊！你也无好定力，无好料呢。伊只得坚持念会到啦。迄飞机下降很快呢，尤其伊个眼睛啊，小气歹命哦。迄一顿倒灾呢，迄只经济哦，你对安尼速度很快呢。一般我听伊个飞机吼，伊个一个飞行员讲吼，伊专业的说法讲哪？当飞机只下坠的刹那之间哦，人阿未到涂骹就拢昏去啊！你吹熄满端你满载啊，吹熄满端你受不了啊，那种快速哦，你心中站不掉，拢昏去啊。所以迄个时阵，唯有念一个佛陀啊，南无阿弥陀，拢卖念，想等你念阿未念就昏去啊，念阿未念就昏去啊。所以念一个佛陀啊，呼，阿佛讲南无条菩条高条哦，绝对阿弥陀带你往生到世界去。咱个讲一句较重的话，那阿弥陀佛带你往生极乐世界吼，如本带你呢来电话应该告阿弥陀佛。哦，所以讲啊，阿弥陀佛是袂打妄语的，伊之所以成佛，就是三代阿僧之间的密禅讲过呢妄语啊，四十八愿唔是法愿法通的。伊每一个愿，愿愿都要度众生呀。所以临命终的时，这个佛号佫改掉念袂掉，我称呼叫做唔是达口罩位啊，诸位啊，是不是啊？所以咱啊修行时，参禅要如何参？我头前迄前半段就是讲了讲的如何入性见性的道理，哦。啊，后边呢是希望注意，如果你见性认为是困难的、难灵的，安尼你该念阿弥陀佛，在八佛名中呢，照常佛的接引，往生净土，顿等生死，唔免来世个轮回个。来，敢念佛真系往生，哎，哪太袂往生？你来看，咱台南县后边乡后壁乡，后壁乡呢？有一位75岁老菩萨哦，他听了法师讲经念阿弥陀佛的殊胜呢，会当八佛名中声闻西方三圣接引呢，他从此以后
动这念头怀疑都未，可见多生累劫善根大展流露了，就开始念阿弥陀佛了，一天拢念差不多吼四万五左右了，四万五千句阿弥陀佛。竟然在报名中的时呢，都伫伊个户头要化入去哦，伫外口要化入去啦。讲化入去呢，一卡前一卡后，当下阵入化去，徛咧就往生去。要往生的时讲，忽来啊，我要去啊，一句我要去啊呢，就只往生去啊，徛才十分钟啊。到尾因兜的孙仔呢，甲后生再甲因阿妈，吼甲塔咧，怎么倒在眠床顶？我爽快准去，真漂白准去啊！相信我们大家哦，平常时用功修行，这除了为了来世的着想以外，为了往生净土以外，为了升级佛道以外，其实这嘛拢为自己铺路啦。所以呢，咱佛门一句话讲：福不唐捐呢。哦，你所做点点滴滴呢，未叫拍个老去，未叫无去，未叫碰见，未叫遗失去，拢总存伫咱自性中。所以一人的命运的好歹呢，完全跟伊生生世世，跟这世的人所做的所作所为呢，有息息不可分的关系，定义就对了。所以望注意啊，咱除了听经闻法以外，平常时伫厝还当都参禅悟道。都听闻佛法，甚至呢，都念点佛号，作为我们往生净土的一种资粮。在这所在，祝大家呢，让菩提路上呢，扎成佛道，八佛名中呢，住在往生呢。明仔载呢，搁熬日，搁两天，这下晡呢，我都，咱那个宝塔已经起呀，吼。去啊，所以一波呢，伫遐看前看后啊，无闲呢，都六点半，六点三十五就赶转来啦，轰轰公公呢，甲注意公家呢，无头无尾，真道歉，总是大家听真欢喜啦吼，祝大家明天再会，明天再会。信众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祝大家福慧圆满，明天再会。Thank you.